我们也得答应你条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然后但是我们那出尔反尔啊。哎，我一直以为阴灵怪物老师吧会拘着点儿，感觉毕竟是个江湖中老炮，对吧？但是给自个儿泡夫了，现在已经。任何形式的尝试我都可以，就是没有什么忌讳或者之类的。我是一个比较好聊天的人，对。哎，忌讳，我有忌讳。啊，你说说看你忌讳是什么？我既会唱歌又会跳舞。我心目中有些人选，我一定要跟那个人说 ，Anty， 你好 ，Anty 呢 ？Anty 在这儿呢。啊，希望你能够跟薛之谦老师合作。我们的主题也许有的话，那么就应该叫做丰富。丰富特别的没有任何关系，可以有，就是又既疯狂又还有疯狂的疯字儿，是不是？丰富，富是哪个富？负责任。就这三个我的朋友，他们同意我们四个人在一个 team。就他的意思说，要把他挖过来，就得把那两个也挖过来。来三个，懂不懂？我们这边五险一金能受得了这个四个人的吗？哎，中间有一段，刚才我觉得特别好玩，就是中间那段 drop 要来的时候。人家以前都喊扑救天萨，现在是扑救唢呐，是不是直接扑救唢呐？我们俩这一身衣服，我都有一千多个色儿。你穿了个丝袜吗？那是个吊袜带啊！哇，好棒啊！哎，您这个唱歌方法是有人打过你吗？我第一回见一个留大胡子的人在台上撒娇。坐上暖阳灯。把它律动也稍微改了一下，是后边那个扬琴都追飞了，都已经后边。我始终就没有让我感受到扬琴本来有的扬琴，感觉召唤神灵，我出来了啊！这边特别像那种青少年 hip hop， 这边特别像青歌赛那种。你听完之后什么？是不是感觉眼泪在飞了吗？感觉 feel 飞起来了。好，乐队，他可以。乐队，我觉得这个性女团挺可爱的啊。往上哥哥啊，对，往上哥哥啊，潘达真的很棒，热闹。那行吧，他们那个乐器多啊，然后这个女团其实咱们也要了，咱们人多。女团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喜欢女团，女团人多好。踢足球啊，两个人。我觉得不是，哎，你想想，哎，咱们如果真的这些人都在这儿，乐队、女团都在咱们这儿，太热闹了。那边一共六个人，所有的团全在那儿，所有的团全在那儿。咱们这边四十多个人，太厉害了。咱们组是有多吵？两个女团，两个唢呐。嗯。大老师，你也一会儿会把红狼老师找过来哈。当然 ，of course。哎，要 Anty， What's up？ Anty 怎么样啊？比如说你想跟谁？你比如说你想跟谁？对，我们都给你帮你张罗。你想跟谁？你先找一个，咱们帮你抠过来，好不好？最怕的是他要的人被拆散，也这种可能性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卡，我们能帮你抢。对，倒是也行。所以你是更相信哪边的交际能力？你出去的时候跟鬼变。打声招呼啊，就是轻轻的打声招呼啊，也别啊，让他们别看出来啊，得，行了，鬼别又是怎么的了啊？好，行，对，这个是我跟你讲，咱们就是捆绑类的全来，不，咱们想，就人数多的嘛。等会儿，红狼是必须得来，要不然咱们人家这没法合作。一件事儿，唯一一件事啊，嘎松要不要？嘎松必须得要。那你跟嘎松说明白了，待会儿嘎松要万一来，你就跟他说一定要选我们这边就行了。哎，嘎松来了，嘎松，那个村长在我们这儿呢，我知道。谢谢各位了，嗯，耶。就让这两个唢呐对吹，对吹，而且交杯吹，就是那种我拿着你拿我的，俩人这么着吹，然后让那个 Anty 啊遇到那个熊猫，他们俩同时打点，就你放你的，我放我的，咱们谁对。谁放的大声，谁盖过谁。互相摁电脑开机键，过你点，谁先把这电脑关上。哎，那两个潘虹和那个徐汉明，他们俩互相也是对唱，抢唱一首歌，就一个话筒。女子乐队五对五嘛，对不对？正好篮球嘛，是不是一场篮球？哦，对，是不是 battle 啊 battle？ 来了。站过来点，大家聊天。那么三个人能不能近一点的？来吧，薛之谦还是张亚东？对，你选还是贾丹伟？说实话，这个我还得再考虑一下。是不是？你再近一点考虑呢？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。哎，好了，有毛病啊，真的是。你有没有想去合作的人？对，两个大喇叭交换吹，就是叠加行不行？就突然之间，当然这样吹，等，忽然间哈交换，丢在空中换一把，等，绕过来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这个得练一练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那太好好玩啊！怎么你信他了就完蛋了？
可以吧？哎，这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拜一拜啊！咱们人全在我这儿，到时候打开一大扇子，让你们看，咱们这气势得不能输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个大善人啊！这话你挺能接的哈，我给你绑一绑。好，待会儿第四个只要来了，我就开始绑。我们这个仪式就是先来扇子，来，走你，哎，往里走，哎，插在这里面。对对对，那对，插哪在哪？谢谢您了。我们这个舞台叫做东西舞台，是的，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真东西，好不好？好 ，Thank you， 谢谢老师，期待您的演出，谢谢。老师，我的天。接下来张嘎怂，哎，嘎怂来了，嘎怂，那个村长在我们这儿呢，我知道。Panda， 到有没？好了，咱们是不是啊？咱们亲人，咱往里走，往里走。一丝丝叶，来，那个安提在这儿呢啊，丝叶啊，好，一丝丝叶，恭喜加入。大张伟、薛之谦，谢谢您啊！期待你们的好作品，谢谢。恭喜各位入队，三二一，入了圈！哎嗨，是我们的东西舞台已经大获全胜。是的，没错，东西南北聚齐了，哎。